随着黑夜的降临，一种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巧妙结合的灯尾捕鱼技艺即将上演。依托近十米长的竹竿，千瓦灯光将一小片海域打得碧绿通透。渔船上特殊的雷达装置探测到鱼群迹象。老徐放慢船速，原地绕圈，妻子娴熟地将手中的渔网顺着旋转涡流匀速撒下，海面上很快形成了一个直径近20米的网圈，正如飞蛾扑火一般。鱼类对光明的追逐有着原始的本能，现在只需要静静地等待几分钟。老徐和妻子开始拉网，这一网收获甚微，老徐捕获的是一种通体透明的古鲤鱼，这种鱼在晒成鱼干之后可以出售，